刘欢乐，秋收果蔬与葡萄根的艺术交响曲，丰收在眼前，创意在指尖。刘欢乐不仅是刘源环球共享俱乐部的创意缩写，更是刘欢乐会员苑园灵感迸发的代名词。今年秋天，苑园在自家后院里不仅收获了丰硕的果实，还收获了来自大自然的灵感，创作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拇指西瓜葡萄根创意盆景，一举夺得刘欢乐园艺创意最高荣誉奖，并被刘源家居园艺频道的园艺博士后研修班破格录取。秋天的脚步轻轻踏入苑园的自留地，带来了大地的馈赠，也带来了无尽的创意与欢乐。苑园将丰收的蔬菜与盘根错节的葡萄根巧妙结合，将大自然的美丽与人类的智慧融汇成一幅幅生动的艺术盆景，让家中的每个角落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这些果蔬盆景不只是简单的装饰品，而是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生活的热爱。葡萄根如大地的脉络般盘旋缠绕，连接着拇指西瓜的小巧玲珑，胡萝卜的鲜艳和辣椒的热情，仿佛在演奏一曲丰收的交响乐。每一件作品都蕴含着苑园对大自然的深情解读，是人类智慧与土地恩赐的无声对话。苑园的创意果蔬盆景犹如秋天的诗篇，每一盆景都在诉说着丰收与生命的美好。这些充满生命力的盆景不仅点缀了家居的每个角落，更将丰收的季节变得生动而富有意义。在这个丰收的季节，创意与自然在苑园的指尖交汇，蔬菜与葡萄根共同谱写出一曲和谐的乐章，欢乐与美味在家中长存，丰收的喜悦不仅留在田间，更在苑园的创意中焕发出无限的可能。